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从601面最后啊一句看起，啊，最后一句看起。这讲金刚说。两边呢各有五苦，五佛无智也。五佛前面学过，无智意也，我们参考了佛学大师的，我把前面呢念下来啊，无智是明宿，贤教转八识而成就四智，以列为究竟之报身如来。密教于此加第90识所转至法界体性智而为无智，就是四智又加上了一个法界体性智，就变成无智了，以为金刚界智发生的大日如来。那么无智里面第一个，我们昨天讲了，好像时间超过了，我疏忽了，不知道讲在什么地方，时间到了啊。所以今天呢，我们从头略说一说啊，无智第一个是法界体性智，这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就是世尊在《华严经》上告诉我们，一切众生本来具有如来智慧德相，就是智慧，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叫法界体性智。啊，这个智不是修来的，不是求来的，是自性本有的。啊，本有的，因为迷失自性了，这智慧就不见了。这个智慧也是八识里面所讲的四分，你看四分有自证分、正自证分，那个正自证分就是这个智。你没有智，你怎么知道有自证分？啊，自证分是哲学里面讲的本体，佛法里面讲的自性，就是真如本性。啊，你怎么知道有真如本性？这种智慧就是法界体性智，就是佛说的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圆满智慧。六祖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了一句话，第三句，何其自性本自具足。他具足什么啊？他所说本自具足，其实就是华严经上世尊所说的智慧德相。啊，头一个是智慧，这个智慧在密宗里面就叫法界体性智。啊，在84分里面呢，就是正自证分。你没有它，你就不能正自证分。啊，它能够正自证。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是什么？去明心见性？什么大彻大悟？就是法界体性智现前的。怎么现前的？佛说的很清楚，只要你真正能够放下起心动念，它就现前。啊，起心动念是什么？无明啊，
无时无明啊，无时无明一放下一断掉，马上就现前。啊，迷了之后，这个东西就是法界体性质，它变了，变成什么呢？变成无时无明烦恼。它跟无时无明烦恼是一不是二，觉了是法界体性质，迷了就是无时无明，就这么回事啊！啊，这是一切智的根本，所以他底下注解讲。是转阿摩罗什所得啊，阿摩罗什阿赖耶识，古大德讲啊，阿赖耶识有两分，这就体相用，体是真如，是真心，是自信，是真的。所以阿赖耶叫真妄合合，啊，它里头一半真的，一半假的。迷的那一分，那一分，我们叫阿赖耶，叫第八识。啊，有一些祖师主张的说，那觉悟的那一分叫第九识，叫阿摩罗识，叫第九识。啊，转阿摩罗识。所得的，那就是阿赖耶识里面的清净的一分，啊，专门用这个，不用染的了，这叫转识真知。那凡夫呢，用染，这个凡夫包括十法界，啊，这是大乘教里讲内凡外凡，内凡是六道，外凡是四圣法界。为什么四圣法界称它为凡？它用的八识，我们也用的八识。啊，用阿赖耶这一分就叫凡。为什么？这一分是迷，迷而不觉。如果用阿摩罗识呢？那它就是净，那它就是圣，它不是凡了。转八识成四智啊。啊，法界体性智是自性本来具足的，啊，圆满的。那法界有差别之意，诸法差别其数啊，过于恒沙，是为法界。啊，这是真的。法界什么？就是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包括十法界，啊，每一个刹土都有十法界，重重无尽，无量无边，无数无尽。啊，这些事实我们都应当知道。啊，为什么呢？它跟我们的关系太亲密了。实际上是一体，没有分别啊！所以你要想一桩一桩来说，数量超过恒河沙，因为恒河沙也包括在里头啊，它也不是在外的。大乘教上常说：“心外无法，法外无心。”能生能现的是法界啊，所现所生的就是法界里的一切万法啊，这个是我们得搞清楚搞明白啊，这叫法界。那法界体性呢，就是六大啊，法界不管哪一样东西啊，有情的人天啊，包括许多动物啊，除这个之外，有树木花草植物，有山河大地矿物
有虚空，有世界啊，这些东西它的体性是什么？就什么东西造出来的？六道。所以六道呢，我们套一句宗教的话说，造物主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他造的。六道什么？地、水、火、风、空、实。啊，地、水、火、风、空是五道，再加上个实，实是精神现象，实是什么？受想行识。啊，这个实里头包含分开来讲，就是受想行识。啊，受是前五识，想是第六识，行是第七识，幕后那个识就是阿赖耶。啊，通通称之为识。这个是造物主啊！现在我们对这个情形很清楚啊。我们读了世尊跟弥勒菩萨对话啊，世尊问得好啊，心有所念，即念即相是也啊。这个问题呢，我们要用今天白话的话来讲。世间人心里头动一个念头，这就心有所念，动一个念头。佛问，这一个念头里头有几多念，有几多相，有几多识，有问这个吗？啊，这个只有佛才问得出来，我们问不出来啊，从来没想过这问题啊。啊，有几多念？这个念是阿赖耶的业相。有几相？这个相是阿赖耶的境界相。有几识？这是阿赖耶的转相。这阿赖耶三细相嘛，哎，业相、转相、境界相。啊，那么从四分上来讲呢，阿赖耶的自体就是能量，现在科学讲的是能量。阿赖耶的见分就是信息，科学叫信息。阿赖耶的相分就是物质。啊，你这么连起来一想，就很清楚很明白啊。而这个东西完成是多少时间？确实有先后次第，先有业相，再有转向，最后物质现象出现了。啊，可是它是在一念当中完成的。啊，这一念多长的时间呢？我们从弥勒菩萨这个对话里面，弥勒菩萨说一弹指有32亿8000年。啊，那我们把它换成秒，我们一秒钟能弹几次？啊，我可以弹4次，我相信有比我弹得更快的。啊，年轻人，体力充沛的，肯定可以弹5次。如果弹5次，5×32亿8000，就是1600兆。啊，1600兆分之1秒，那叫一年。这一念当中完成了阿赖耶的三细相，所以今天我们读心经，明白了，观世音菩萨照见五蕴皆空。现在我们晓得，那五蕴是什么？五蕴就是那一念。你看，那么短的一念当中，它具足了五蕴。物质现象是色。啊，相分，那见分里面呢，
见分里面就是是。精神现象啊，阿赖耶的意象的时候是自然现象，它是波动最初的自然现象，从自然现象里头变现出精神现象啊，科学叫信息，从信息的时候变现出物质，是极快极短，它确实是有这个三个程序，一点都不会错乱，但速度太快了，我们看不出它有先后啊，所以心无合一。啊，现在科学也说，心跟无合一不能分开。说精神，说物质啊，唯心唯物都不对。啊，这是吧？宇宙的缘起根源呢找到了啊，大日如来啊，大日这是比喻，居住在地球上人，我们对于整个宇宙太空的观察，是什么最大？太阳最大，没有太阳，地球上所有的生物都不能生存啊，所以日光是地球上一切能源的根源啊，我们能量从哪来？都从阳光而得来的啊，所以大日代表全体，代表圆满啊，大日住此啊，住于此六大法界之三昧也。啊，大日如来的三昧就是遍法界虚空界的圆满，大圆满，什么都包括在里头。啊，这叫大日如来。他跟毗卢遮那，毗卢遮那叫遍一切处，他跟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叫无量光无量寿啊，样样都是无量无边无尽无数，一个意思啊，一二三，三二一，我们要认识啊！为什么要把这一个说成三个？众生根性不相同啊！佛为了其众生的根性，做如是善巧方便说。啊，这是如来的真实智慧啊，所以称它为法界体性智，因为你有这个智你才能够明心见性，你才能够证得究竟圆满，妙觉果也，主方便究竟之德啊，主他主宰着啊，善巧方便究竟圆满的功德了啊，所以这是总数啊，这个五智就是加了这一智，后面呢是转八识成四智，转阿赖耶呢为大圆尽智。你看，大圆尽智啊，这第二哈是转阿赖耶时所得。
显现法界之万象，如大圆经之智也。啊，阿赖耶是能变的，华严经上讲得很清楚啊，整个宇宙从哪来的？心现识变的啊，真心所生所现啊，十法界一真庄严，这无量无边的这个不同的色相，这怎么回事情？识变的啊，那都是阿赖耶变的啊，真心能现能生，不会变啊。所以我们将来有一天生到阿弥陀佛十报庄严土啊，那怎么回事情？那只是心性心生不变。所以在十报图里头，人永远是这个样子，不会变老，不会衰，也不会生病啊。树木花草常青，不会变化，花永远开着，不会凋谢。我说它没有实啊，所以它没有变化。人无量寿，永远看起来是年轻啊，寿命三大生期间看起来跟年轻人一样，一点改变都没有。这就是他有心性没有识变，所以叫一真法界。那十法界就不行了，十法界里面佛菩萨都不行。为什么？他没有转阿赖耶成大圆觉智，所以他有变化啊。人他慢慢会变老，不过人家功夫深，这心地比较清净，他老化的比较慢。我们这老化很快，他老化比较慢啊，但是他还是有老化啊。像花草树木啊，它也有生住异灭；山河大地，它也有成住坏空，但是它的速度比我们都慢。这一点我们能够体会得到，为什么呢？如果我们心清净，没有妄想，没有杂念，哎，好像日子就很慢。如果我们每天匆匆忙忙，好像哎呦，一年一年怎么这么快？啊，你会感觉到心浮气躁的人感觉到日子好快，啊，心平气和的人感觉到这个日子过得很慢。这它不是定法了。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两个人心情不一样，我们的客观环境也不一样，感受不相同。虽然大家在一个环境，受感受不一样，一个感受很苦，一个感受很乐，不错。啊，所以这大圆经智是这么来的。啊，大圆经智那照的是。照变法界虚空界，照什么？照现象，照现象啊。法界体心智呢，是照本体啊，照实相，诸法实相啊。大圆镜智照的是诸法幻象，就是识变的相啊。前面法界体性智，那是照一切诸法的空相，叫万法皆空啊，那是般若真智慧。像般若经上我们总结的一句话，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那是法界体性智照的啊。证得这个智，就是法身菩萨。在华严经上就是圆照初住啊，真正二维越智菩萨
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没有见性的，转阿赖耶为大圆镜智，是照法界的现象啊，是照幻有啊，啊，知道这一切法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啊？第三呢，平等性质是转莫那时所得的。莫那是第七识，成诸法平等作用之智慧。我们现在为什么不平等？莫那在做主，莫那不平等。莫那里面的主是谁呢？是我。在经典上常说啊，给我们讲莫那时，四大烦恼常相随呀。四大烦恼头一个是我啊，头一个是身我见，执着有我。这头一个，所有烦恼都从这生的，我没有了。还有什么烦恼啊？烦恼谁受啊？这个是所有烦恼的根。你想，你要不要把拔掉？你能把这个根拔掉，你就是圣人。这个根没有拔掉，所以你是凡夫。啊，纵然你修到了四圣法界的佛法界，你还是凡夫啊？为什么呢？没有转八识成四智。大乘教称他们为外凡，内外是六道，六道里面叫内，我们是内凡，他们是六道之外叫外凡，不是圣人的啊。我们尊他为圣人，大乘不称他为圣人。谁是圣人？无明破了，化身见到了，这是圣人啊。八识没有了，四智出现了，这是圣人。我们修行，如果连这个不懂，那我们修的是什么？啊，张家大师在早年告诉我，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这个开始对我非常非常重要啊！啊，如果我不懂这个道理，我还走那些仪规啊，啊，重视这些仪规，向往仪规，在现在这个时代走不通了。为什么？现在佛教没有了，啊，真正佛教没有了。啊，现在佛教在哪里呢？在经典里面。啊，方东梅先生告诉我的，你想真正学佛，你从经典里面去学习。啊，今天我们讲这一段，这一段里面多半都是讲密宗。啊，密宗里面的理论也非常宝贵。啊，密宗非常重视仪轨，但是如果说是迷在仪轨里头，不知道仪轨表法的意思，那还是等于零。啊，懂得意思，用这些仪轨
会起作用。不懂这个意思，用这些义规就白用了。啊，你像我们现在讲这段，这都是从《金刚》书来的。啊，密宗里面表法，在做法的时候，啊，根本的法器之一就是《金刚》书，决定不能离开的。《金刚》书呢，代表金刚智慧。如果我们没有金刚智慧，只用这个东西来表法，能不能降服魔王外道？不能啊，魔王都瞧不起你啊，他没看到你金刚书啊。那你是玩假的，像小朋友玩玩具啊，不是真的啊。你如果真有金刚智慧的话，哦，这个东西它就去管用，那确实能降魔。啊，魔一看到他真害怕，啊，他就退避三舍了。啊，所以实质重要，有实质有这个东西起作用，没有实质啊，这个东西不起作用啊。我们必须要理解。摩那除了是我见之外，我见比身见还要深一层。身见是在外，我见在内。啊，我们用个很简单的比喻，诸位能体会。啊，我见粗的是身，以为身是我；细的呢，以为灵魂是我，身不是我。啊，那认为灵魂是我，比认识身是我要深一层啊。身容易丢掉啊，容易放下了，灵魂可不容易啊。啊，灵魂是不是我呢？不能说不是，也不能说是。什么原因？他迷了。迷而不觉，迷了他出不了六道。啊，如果他觉悟了，觉悟了叫灵性了，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啊，那是把真的我找到了。啊，大乘教讲常乐我净呢，真有我。啊，所以我自信是我，真心是我，真如是我，真心是我。我在哪里呢？变法界、虚空界，无处不是，无时不是。我真大了。还原观上讲啊，寒舍空有。啊，寒空容有啊，寒包含，包含虚空，容有有是万法，宇宙之间万事万法。你都能够容纳，都能包容，啊，就是常说的“心包太虚，量周杀界”，那是真正的你啊。啊，我们今天连一个人那个小事情都不能包容的话，就这迷得太深了，迷得太可怜。啊，真正觉悟了，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是我，
一切诸佛是我的信德，一切菩萨是我的修德，啊，一切众生跟我是一体，啊，有情众生是我，无情众生花草树木是我，山河大地是我，虚空法界是我，谁承认呢？佛承认。啊，什么样的佛承认呢？明心见性的佛都承认。为什么呢？他称正德了。他用什么正德的？法界体性智。啊，自性本具般若智慧呀，就是阿赖耶四分里面所讲的正自正分。啊，八十五十一个心所的时候，通通都有四分。啊，正自正分，见到了自体，自体就是自正分。啊，除了我见之外，我爱，我爱是贪。我痴是愚痴啊，我慢是嗔恚的一分呐、啊，嗔恚里最重要的一分我慢呐、啊。你看贪嗔痴啊，我那不是四大烦恼常相随呀、啊，啊，同时起来的，但是还是有程序啊，我见，我爱，我痴，我慢。它还是有先后次第，可是速度太快了啊！我们必须要记住这个弥勒菩萨的话啊，我们换算成一秒钟，1600兆分之一秒当中完成的啊！阿赖耶从业相变到境界相。四分从正自正这个自正分到相分啊，在那么短的时间当中完成啊，谁看见观世音菩萨照见啊？那佛在大乘经上告诉我们，八地菩萨就见到了啊。我们知道八地、九地、十地。等觉、妙觉，这五个位次都看见，没有那么深的定功，你见不到啊！啊，你见到了，你才真相性啊！就诸法实相啊！啊，一切诸法的体、现象、作用，全明白了。啊，今天科学跟哲学跟他相比，那就是方东梅先生所说的。啊，佛经哲学是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啊，我们今天看到许多科学家的报告，看到他们的论文，啊，我们也可以说佛经科学是全世界科学最高峰啊！为什么？科学跟哲学今天对本体都没办法解决，都解释不了啊！现在知道物质是精神变现的，那精神从哪来的呢？啊，科学家也说了，我们听到也很满意，也赞叹很难得，无中生有。他没说错，我说无中怎么会生有？这是个问题。啊，佛跟大菩萨、八地以上菩萨知道啊，
他们亲证呢，他是从禅定里面看到的。啊，禅定里面，空间维持全部没有了。啊，空间维持从哪里？从分别执着来的。只要分别执着破了，空间维持就没有了。所以他亲眼见的，亲耳闻的，亲身接触的，那还能假得了吗？啊，他看到了一切诸法的实相，是真相，包括对我们自己的真相，我们自己身体的真相，我们自己的精神灵识的真相，全明白了。啊，一丝毫的疑惑都没有了。你说，这段事情，我们该不该学？我们要不要学？我们为什么要学？搞清楚，搞明白了，我们的幸福美满就现前了。无论在什么境界，没有不幸福，没有不圆满的。那我们的欢乐现前了，这极乐啊！没搞清楚，我们忧虑，我们苦恼，我们在受罪。啊，这不就是佛法教学的目的吗？为一切众生离苦得乐。这一句话千真万确的真言呢，真言就是真话了，不是假的。啊，佛是为这个成佛的，也是为这个来教化众生。因为帮助众生就是帮助自己，自他是一，不是二。啊，好像整体，我们把整个人生比本体，整体。啊，我们这个手背上生了个疮了，我们全身都感觉到不舒服，要不要帮助他治好啊？那是左手，我右手没有，我右手要帮助他，我为什么不帮助他？他跟我是一体。啊，到这个时候你晓得。变法界虚空界跟自己是一体啊，那他有苦难，我们要不要帮他？他有苦难，我身体某一个部分的时候有问题，出了问题了，肯定要帮助他，赶快把他治好。啊，就是这个道理。众生迷，迷就是不知道变法界虚空界跟自己是一体。要分自分他，这个喜欢那个讨厌，啊，自己永远躲在那个迷惑里头啊，他醒不过来呀，啊，娴熟过失的《还原观》这篇论文重要，非常非常重要。那是学习华严的精华了，学习华严的把钥匙啊！过去我们学过两遍，啊，那个东西，你要是明白了、懂得了，对于修学大乘。你就不会再迷惑了，再不会走弯路了。你能够抓住这个总的纲领，啊，学习会带给你一帆风顺的。
啊，大乘佛法究竟圆满的功德就在这一部无量寿经，特别是在这一部啊汇集的注解啊，我看这部经下莲功，我们衷心的崇拜，五体投地啊，他会接了世尊，当年在世多次为我们介绍极乐世界，介绍阿弥陀佛啊，这些开示啊，他把它汇集起来啊，成为一个定本。我们遇到了，多幸运，多难得啊！这个本子是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的精华。啊，黄念老的注解了不起，绝不亚于老师。汇集一切经论，以经注经，这还会错吗？又汇集古今中外祖师大德对于经中的开示啊，统统汇集在一起，这本子太完美了。我们生在这个时代能遇到这个本子，这是过去人心目当中所想的而得不到啊，我们没想可得到了啊，古来这些菩萨大德们看到我们这那羡慕的无限的羡慕啊，我的运气真好啊！实在讲，这不仅是运气，我们过去生中积的善根、福德，没有善根福德，哪来的这个因缘？啊，今天这个本子还有很多人看不懂，还有很多人不相信，还有很多人排斥。那什么，过去生中没有修善根福德。哦，这差别很大了。啊，过去生中有善根福德，你一接触肯定欢喜。啊，我早年在台中，李老师在台中讲过一遍，就是梅注那个时候写的。那个时候老师还不到70岁，60多岁。讲过这一遍之后，因为外面这个意见很多，所以老师就不再讲了。啊，第二次我在台中，他老人家讲《无量寿经》用康僧开的本子，啊，所以我学《无量寿经》是康僧开的翻译的本子，啊，用的注解是《净严疏》。就隋朝慧严法师他的注解啊，这个注解在中国在日本都很流通啊，可是我看到老师这个梅注这个本子无量的欢喜啊啊，他老人家这一注的时候，我完全能看懂啊！啊，当时我就发心了，想讲这部经。啊，经本都印好了，印了1000本，1000本这个经本。啊，给老师去报告，
老师立刻制止，不行，你太年轻，这个本子现在你不能讲。啊，当时我不知道啊，现在知道了。啊，你要讲那个时候还些老法师、老居士，他们的声望地位很高，他们出来也批评也反驳，我们马上就垮了，没有招架之力了。啊，谁不让我讲？啊，经本呢跟大家结缘了。啊，该讲《楞严经》，老师说《楞严经》没问题，没人反对。啊，所以我《楞严经》讲了好几遍。啊，一直到李老师往生了，语言成熟了。啊，因为老师这个讲的。这个本子在我手上，没有人看见，很多人不知道。啊，老师往生，这个东西应该印出来，流通。纵然不讲嘛，让大家看看，大家好纪念老师。我印了一万册，在美国印的。啊，最初流通在海外，不在国内。大家看到欢喜啊！啊，来找我要求我讲，所以我第一遍、第二遍讲的这个汇集本，在美国跟加拿大，在这两个地方讲。啊，听到的人没有不欢喜的。啊，那个时候。我跟黄念老还没见面，还不知道。啊，到我们见了面，我看到他这个注解，啊，欢喜赞叹呢。念老要我给他写一篇序文，啊，我也没有办法推辞，给他写了序文，封面给他题字，啊，那个时候也印了一万字。在海外流通了，啊！可是如果我要不把这个注解细细的这样讲一遍，我们大家在一起学习，没有人知道这是宝啊！啊，那我们现在要用1300个小时这样子，啊，这个注子能够讲清、讲圆满，带动、提醒大家。这一本书，这一句阿弥陀佛，就能帮助我们决定得生净土。这个功德有多大？这个利益有多大？啊，这是真实的，不是假的。假的带不去，这个带得去的。末法9000年，能够往生得度成佛，许多大德都说，应该就是这个本子。没关系，赞叹。啊，他们同时代的，慈州法师赞叹，啊，他在北京讲过，在济南讲过，在讲汇集本。而且还做了扩版，啊，这些资料黄念老都送给我了，
啊，我们现在也把它印成书了，印了1000册，给大家做纪念。转莫那成平等性质，这是修行首先要做的啊。转是成智，从哪里转起？从这转起。世尊在小乘教里面首先叫人放下见惑，见惑里面头一条就身见，啊，身见不放下，你就不能证虚陀洹果。在大乘华严经里面所说的实性为菩萨，实性是大乘的小学，初性为一年级，你不能证得啊，身见破了你才能够证得初性为的菩萨啊，就是要破5种见惑初性，跟小乘初果境界是相同，就断惑相同，智慧不相同。啊，智慧大乘超过小乘太多了。啊，所以身见要破，边见要破，见取见、戒取见、邪见，我们后面会讲到。啊，这些东西不破。不能进门啊，那学佛呢是佛学常识啊，告诉你不是智慧啊。啊，你经看得懂即问之学，孔老夫子说不足以为人师也。啊，不是你自己亲证的，你自己没得到受用啊，你自己的疑惑没断啊。你讲的东西里头有疑惑，不踏实啊！关键在这里啊，就是最低限度了，我们要把这个烦恼放下啊。这个想烦恼放下之后，我们的知见才走向了正见。啊，八正道里头，正见、正知，思惑破了之后就正知，见惑破了就正见。这前面我们讲到这个八正道的时候，讲到这两条啊，啊，正见、正知。就是破见思烦恼我们如果境界提升到这个境界了啊，身见证破放下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不是同居土了。诸位要知道啊，升级了方便有余土，啊，方便有余土里面的下下品，它比凡圣同居土上上品还高啊！这是我们应该争取的，我们有可能争取得到啊！再向上的时候，恐怕我们争取不到。啊，我们现在就争取这个目标。
啊，像大城里面，我们争取上小学一年级。啊，这叫真实利益，可不能错过，错过就太可惜了。啊，这心量要拓开，啊，真想在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可以在对我们来讲是大幅度的提升。你看，从同居土提升到方便土，大幅度提升，它不是小的提升啊！啊，升到同居土是人天呐、啊，升到这个。有方便有余土啊，是小乘跟大乘的性位菩萨啊，就是小乘的实性位啊，这个大乘实性呢，小乘的这个阿罗汉辟支佛啊，包括全教菩萨。啊，为什么不干？为什么不能把心量脱开呢？包容万法，知道万法皆空，没有一样东西真实的。啊，我们自己的身体，我们自己的念头，都不是真实的。啊，统统放下，三昧现前了。那就是真实的，一真一切真，一假一切都是假的。啊，这做个大转变了。啊，我想转，转不了，怎么办呢？学经教。天天听释迦牟尼佛的开示，听释迦牟尼佛的教诲，我们认真学习，遍数听多了，不知不觉地放下了，啊，心量呢，不知不觉地脱开了，没有有意去做，自然的，在这里，我们就能够更深一层体会到。这些诸佛如来、诸大菩萨，为什么都事先讲经说法？明白了，讲经说法叫做什么呢？潜移默化，啊，慢慢的、自然的、不知不觉的，你就变化了。那么由此可知。有缘听经的人，有缘研究经教的人，那个善根福德不可思议，这都不是假的。啊，所以平等性质成就，诸法平等作用，这个智慧就能帮助你这个。我们现在最大的苦难在一切法里。要知道平等是真相，事实真相，不平等是事实的幻象，它不是真的。啊，第四妙观察之，转意识所得到的。啊，分别好妙诸法而观察众皆，说法断疑之至也。啊，这些没有观察之，意识的作用很大了。意识是主分别，也有执着。啊，摩那是执着，也有分别。为什么说摩那是执着？它执着重，分别轻。第六意识呢，分别重，执着轻。
从轻重不同来说的，实际上通通都有。啊，每一个事都有分别，都有执着，啊，都有起心动念，啊，所以八个都叫事。啊，转过来呢，八个都叫智。啊，那我们怎么转意识呢？对于外面境界，啊，好的、妙的、坏的、不好的，都不放在心上。首先，先就平等，再看外面境界，那就妙了。妙是不着相，妙在这个地方，不是别的。妙在以清净心看世界，妙在以平等心看众生，这叫妙啊。啊，就是《还原观》里面的四德，随缘妙用啊！啊，转世成智才有妙用，转不过来不妙了，不妙什么？造业，妙不造业。啊，不但善恶业不造，染净业也不造了，那真叫妙。啊，所以我们对外面的好、恶、得失这个念头要淡薄。啊，总的一句话说，要随缘，什么都好，没有一样不好。啊，清净平等要从这点在四相上练出来啊。啊，胡晓林居士，你们听过他的报告？他真干了。啊，父亲生病，尝父亲的大便，二十四孝古人有，他做到了，不但尝父亲的大便，还尝他家里面的佣人大便。为什么佣人总是第一等？啊，佣人的大便他都尝了，这跟佣人平等心升起来了，尊重心升起来了。那真干了尊卑平等了，怨亲平等了，啊，与一切人平等，与一切物平等，山河大地没有一样不平等的。啊，这样的你烦恼轻，智慧才成长。啊，所以这是用妙观察，观察中极，说法短疑，令他生信。啊，第五，成所作之，这是转
眼耳鼻舌身啊，这个都是物质现象。啊，眼识能见，耳识能闻，鼻识能嗅，舌识能尝，身识能触。啊，六这五根接触外面五尘境界，这全是物质，里面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所以他成就了，成就自利利他妙业之智啊，业什么造作啊？这个五样东西都造作，眼在看，耳在听啊，不被外面境界所染了。不被五尘所误啊，这个妙啊！啊，所以成就自利利他的妙义啊，后面说此五智虽为一身所居的智德，而为饮食众生。啊，这就是还原观里面四德的第二句。为已有则了。啊，我们活在这个世界要把佛法表演出来。什么是佛法？自信。自信的体相得用做出来表演出来。真正的利益众生 啊，圣人教化众生首先着重在身教啊，做不到威仪有责，你说的再好别人不相信，听到是很好，但是对你打问号，半信半疑。你自己真做到了，人家对你一点怀疑没有，完全相信你。啊，2005年的年底，汤池开始培训老师。我第一天跟他们讲话，勉励大家，这种教学是在做试验，试验中国传统文化对现前这个社会还有没有好处，起不起作用。如果我们试验失败了，社会人会产生什么现象呢？中国传统文化落伍了，没用处了，做不到了，应该全盘把它否定掉。我们做试验成功了，做出成绩出来，大家心里欢喜，会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真的能帮助社会，能救这个世界。你看这关键呐、啊！啊，我们这个担子很重啊，要有使命感，要有责任感啊！所以我就说了，我们看历史上教学的，孔子教学成功了，释迦牟尼佛教学成功了，为什么？
古人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心心其言。他首先把他想讲的全做到，不做到的不讲，做到我才敢讲。没有一个人不相信，没有一个不服，他教育成功了。啊，所以我告诉这些老师，《弟子规》113桩事情，务必要落实。你真能做到，不是念的，不是讲给人听的，是你做出来给人看。那感应品是善业，通通融在融汇在弟子规里头。一戒十三，三戒十一，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中国传统里面普世的教育啊，这种教育生效果了，社会安定，世界和平啊，这个工作太伟大了。啊，我给老师们4个月的时间，希望你能做到。啊，他们真不辜负我们期望，2个月就做到了。我们感恩呐，佩服的五体投地，2个月做到。那当时问我下一步怎么走法，我说下乡入户去表演，进到农民家里，就像我们是他的儿女，回到家里我用什么样的态度对父母，用什么样的这个行动对家里这些家务事情。所以一进农舍就像回到家里去了啊，对父母问候，对老人照顾啊，家事看到立刻就做。那这样一做呢，这农家感动了，天下还有这样的好人啊，帮助我们来做家事。做了3个星期，告诉大家中心开阔啊，我们来讲解学习传统文化，大家自动来了。身教摆在底下了。民国早年呢，陶行知这些大学者，这些大德了，知名的大德，他们做过，他做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是没有下乡入户，没有做给人看的，只有做到才行啊，不做光说到不行，人不相信啊。啊，所以我们知道过去这些大德们做的这个失败的经验，我们吸取教训啊，我们来改变方法，对这个小镇我们的标准是小镇的居民48000人，男女老少各行各业一起学啊，精神就来了。你说我教小孩学，小朋友学，大人不学，小孩一看的时候，那学习的情绪马上就落下去了。你叫学生学，老师没有做到的时候，学生不相信啊，通通一起都干啊，每个人都在，这是真的，这不是假的，做出成绩出来。啊，真产生的效果。啊，虽然中心奉命解散，我们听话。啊，一个命令下来立刻解散。叫停课马上解散。
叫杰森马上杰森啊，影响出去了，不但影响国内，影响到海外啊，所以这个事情做成功了，好事啊！啊，慢慢启发大家，要想社会安定，要想化解地球上这些灾难，只有找老祖宗。啊，这个话也不是我们有这个智慧，我们没有，我们听到外国人讲的，我们得到一点启示。外国人谁呢？英国汤恩比博士啊，他在70年代说过一句话，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需要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我们从这句话里头得到启示，认真去思维，去体会啊，自己还没有信心，做实验，做实验能不能成功也没有把握，没想到意外成功。啊，我对老师说，我们不可以鞠躬，我们没有这个德行，没有这个功劳，谁的功劳？祖宗之德。他们大家点头。祖宗之德了，三宝加持啊！啊，有这么好的成就啊！啊，引导世人回头是岸啊，所以说是一生所具的智德是为了引摄众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帮助众生破迷开悟，不能有丝毫为自己啊！有丝毫为自己，那是迷惑，那是障碍啊！障碍你德行，障碍你智慧，障碍你跟诸佛菩萨祖宗的感应，那个自私自利障碍，这个一定要知道啊！决定没有一丝毫事情啊！你们同学要问我，我还有什么希望？我告诉你，我只有一个希望，什么希望？希望早一天升极乐世界啊！我对于比较亲近一点的同学，我都是这样告诉他：这个世界太苦。啊，我们在这个世间一天，我们全心全力帮助苦难众生，就干一天。啊，我们的心呢，真的希望马上就走。啊，为什么？因为我自己没有圆满成就。我知道，只有到极乐世界才能成就。啊，在任何世界都会有障缘，极乐世界没有障缘。为什么有大护法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大护法啊，得到他的经营保护啊，我们一生保证成功啊！啊，所以我这次从日本回来之后，下定决心。我就住在这个地方不走了，等我生啊，好一天跟大家在一起学习一天啊，我们学习大乘经教，学习无量寿经啊，其他经典呢，其他经典后继有人，他们会接着看
啊，我不再干。善导大师说得好啊，事出世间一切法，总在语言不同。啊，过去我们居无定所，到处流浪啊，啊，没有一个适当的环境能够让我住下来，不要再动了。我走那么多地方，每一个地方都想留下来，不要再动啊，可是缘不成熟，到时候逼着你非走不可，没办法。啊，我看到现在这个环境，大概不会有人赶我走了。啊，那我就可以定下来。啊，定下来，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啊，还有余力帮助同修。啊，我们念佛的同修，给大家了做生善缘。那我们全心全力照顾大家，成就大家，啊，这样才真正能做到续福慧命。正法不能断在我们手上，啊，断在我们手上，罪过就重了。那么自本体出生呢，四方之四智四福，啊，这个四智就是大圆净智、平等性智、妙观察智、成所作智。啊，四福下面都收到了，前面我们念过。此时法界体性智住于本位，本位是如如不动，本位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二为中央之大日如来。啊，这是性体，它代表本自性的性体，由大圆净智而成东方之阿处如来，阿舍如来。阿舍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不动，如如不动。还有意思无嗔，烦恼里面的嗔恚断掉了，没有嗔恚心，诸发菩提心之德。你看，只有如如不动，只有没有嗔恚的念头，菩提心才能发得起来。啊，心是动摇的。啊，嗔恚还没有忘，没有舍掉，菩提心发不起来。这个东西障碍你菩提心。菩提心是什么？我们同学很清楚啊，我们讲了几十年了，真诚、清净、平等、正确、慈悲，你想想看，对不对？啊，心浮气躁，决定没有菩提心。啊，小小不如意了，就有一点嗔恚，没有菩提心。有平等性质而成南方之宝身如来，主修行之。
啊，宝是珍宝啊，宝是财宝啊，在大乘教里面讲功德发财啊，不是金银珠宝，是功德发财啊，它能发你的法身呐。世间没有修行，你生活不好过；没有功德发财，你的修行修不好啊！啊，他表这个意思啊。由妙观察之而成西方之阿弥陀如来，诸菩提成菩提之德。你看看，东方阿舍如来，诸法心之德。发菩提心之德，这就成就菩提心之德。菩提心从东方发，西方成就，像太阳从东方起来，晚上落到西方。东方是阴，西方是果，可这都有意思啊，由尘所作之而成百方之不空成就如来，诸入涅槃之德。啊，冬天什么？秋收冬藏啊，大丰收啊！啊，不空如来是大丰收啊！啊，这个大丰收啊，是入大般涅槃，证得究竟圆满的果德。是由此五智成为体相二大，该法界体性智之大日为六大，是体大也。啊，四方之四佛呢，为其所处之别德，啊，这是四慢之相大。啊，曼是曼陀罗，啊，四曼的相大，即大圆净智的阿舍如来，为大曼陀罗身。曼陀罗的意思，总集佛菩萨三乘的道场。啊，曼陀罗本来是道场的意思。啊，一切诸佛菩萨依这个成就的，还包括三乘菩萨、圆觉、声闻，这是什么呢？给诸位说，这就是三藏十二部经典。啊，曼陀罗表法表这个意思啊。再跟诸位说深一点呢，就是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你只要生到极乐世界，你看看是不是跟诸佛菩萨聚会在一起，是不是跟十方声闻缘觉啊诸天善人聚会在一起，那叫大曼陀罗。所以我们可以说，大曼陀罗身呢，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啊，平等性质者，宝身为三昧也。啊，三昧也是平等的意思，就是平等曼陀罗身。啊，多半指佛菩萨手上所拿的东西。他表法的意思啊，你看我们通常啊，你仔细观察观音菩萨手上拿的是杨枝净水，大势至菩萨手上拿的是一枝莲花，
我们后面西方三圣，你看文殊菩萨拿的是如意，普贤菩萨如意上面的，这是如意还是莲花？上面的是一部华严经经书，表法的意思。这个都是属于曼陀罗的意思。妙观察智智阿弥陀佛为法曼陀罗僧，法是什么方法？就是教学的方法。教学的方法有图画、图腾、有言说、言语、文字、义理这一类东西，都是法曼陀罗僧。阿弥陀佛在西方极乐世界天天说法了，他的讲堂很伟大，讲堂外面的树菩提树高400万里呀，那表法的意思十方世界喜欢好学多闻的这一类众生的根性是占绝大多数。现在我们讲知识分子，阿弥陀佛是专门接引这些人，所以到极乐世界去干什么？学习，天天听课，跟这些诸大菩萨，诸大菩萨专家学者，跟他们在一起研究讨论。阿弥陀佛要知道，真正是大施主，附会都不是。我们到极乐世界都会学到。你看他。我们从这个经本上介绍，我们知道他在十五界之前，他的身份呢是国王，是饶王，遇到了自在王佛，听佛讲经说法，他觉悟。舍弃王位，出家修行。释自在王给他起个名字叫法藏，叫法藏比丘。十五界之前，我们在注解里面看到，当时法藏比丘是什么身份呢？是大菩萨的身份，应化到世间来的。过去曾经无量集中，无量界中啊，积功累德，他的善根福德都厚啊！在老师面前发大愿48愿。这48愿太稀有了，又用了五戒的时间修行，愿发了不兑现不行啊，要做到啊，每一愿都通通要做到啊，所以五戒修行圆满，48愿者愿愿都圆满。自自然然感得西方极乐世界，所以西方极乐是化身的，没有人去设计，没有人去施工去建造，没有变化所作，这个太稀有了，像神话一样。可是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我们看我们娑婆世界，看我们六道轮回，我们六道里面的天道
斗率天上面，斗率天是第四层，第五层是化乐天。化乐天福报大，他积功累德的多，修的福报大。他们所用一切的这些器具，一念就变化，啊，想依依就在身上了，啊，想宫殿，宫殿就在面前了，啊，不必要设计，不必要施工啊，变化出来的。六道里面大福报的人都能变，何况阿弥陀佛，我们就能想到啊。啊，阿弥陀佛过去三种是累劫的修集的功德，发了愿之后又是五劫专修，所以极乐世界成就就像第五天化乐天完全是自然的。而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是什么等级啊？是第六天的等级。为什么？去享福的，阿弥陀佛佛报现成的是叫我们去享福啊，第六天的佛宝最大了，他不要变化，不要自己变化，他动个念头想什么？第五天变化出来供养他。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就等于说我们的衣食住行一切所需要的都是阿弥陀佛变化出来来供养我们，我们变成第六天，阿弥陀佛变成第五天，这个功德不得塞不得了啊。啊，等于说我们是小孩啊，阿弥陀佛是保姆啊。啊，第五天供养第六天，这是物质供养啊。阿弥陀佛除了物质供养之外，还有法供养。啊，天天给我们讲经说法，没有间断。啊，我们能这样回头来看，对极乐世界一点怀疑都没有。啊，我们相信他能做到，同时对我们自己也增长了信心。我们的意念能改变我们。啊，第一个意念能改变我身体。啊，让我身体能健康。啊，坚定的信心。那就是今天医学上所讲的免疫的能力。啊，你有非常强大的免疫能力，那什么？坚定的信心。啊，你有大慈悲心，大慈悲心是解毒。啊，任何病毒到你这上自然就化解。啊，慈悲能够解毒。啊，信心能够避免病毒的渗透。啊，你居住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山河大地坚固，不会有大灾难。是境随心转嘛。那你也不相信怀疑，那就没法子了，那就全盘都崩溃掉了。信为道源功德母啊，华严经上说的，大智度论上说的，事出事发了，都建立在信心的基础上。你将来有多大成就，看你的信心。你有几成的信心，你就有几成的成就；你有圆满的信心，你就有圆满的成就。这个不能不知道。啊，所以这个成所作智是不空成就啊，
唯揭摩诃，曼陀罗僧。啊，揭摩是梵语，这里头有八五，就是翻成作业。作业意思不太好懂，是什么呢？我们用经的讲是艺术化的教学。啊，你看，把佛菩萨造成非常美的艺术品，啊，塑像、绘画、啊，雕塑，啊，就是用这些艺术。啊，包括佛门的这个寺院的这些建筑，都是艺术。啊，走进道场就是艺术宫殿。这一座宫殿也叫大曼陀罗，因为它就包罗万象。啊，离之不二啊，故此无智无佛即胎藏界地水火风空的五大。啊，胎藏前面解释过了，这是从比喻，人在胎胞里面，婴儿在胎胞里头，还没出生，胎胞保护他了，所以胎胞有保护的意思，有隐藏的意思，他还没出生，啊，他是宝，他样样具足。啊，自然形成。啊，一个人也没有人设计，也没有人去画图，自然的就变现出来。啊，从一个细胞分裂，你看慢慢长成五脏六腑，外面五官，啊，端庄，它自然形成。啊，极乐世界也就这么自然呢、啊。啊，所以就是，这说的物质现象，后面跟我们说的，他说此有通别二门，今以别门。啊，别门是一样一样的，把我们解释清楚。要是以通门呢？无智直接就讲无智，无如来呢，那就是讲无佛，无智无佛。啊，教观大纲也，据慈觉法师所说的，真言天台立无智者，法界体性之圆中道者照见。啊，本来相宗只讲四智。转八十乘四智，啊，天台家加了一个五智，啊，加了一个，这是这个啊、我们前面读的就是法界体性智，啊，加了一个。就变成无智无佛啊！无佛无智的意思，我们就介绍到此地。啊，底下的经文接着，一表十不落灭，能摧十种烦恼。尘十种真如，辩证实谛。啊，十波罗蜜，就是十度，
波罗蜜是梵语，翻成中文意思叫度。啊，我们字幕上打了梵语波罗蜜，华严到彼岸。这就是度的意思。啊，好像我们旅行要通过这个水道，这个河流，我们得用船，从此岸到达彼岸，要用这个做交通工具。啊，这叫度。啊，摄度啊，过犹三省。啊，这三藏法术里面呢，是揭露成为是论里头。啊，我们特别的来介绍这一段，也是我们学习当中重要的课程。啊，为此摄度啊，各有三种殊胜的行门。菩萨修持修行此法，则能自利利他，度诸众生，利生死此岸，越烦恼中流，到涅槃彼岸，同证无上菩提。啊，就是这个意思。第一个是布施，啊，布施有三种，啊，施度三行，此施度啊有三种。第一个财施，为以己所有财物施于他人，令其安乐。这叫财布施。财里面呢，又有内财跟外财。外财是身外之物，啊，我们的金钱、财宝、物品，别人有缺乏，都可以供养别人。啊，布施跟供养是一个意思。供养那个心比较恭敬，福就更大。啊，布施啊，没有那么尊个恭敬心呢，那福就小。所以我懂得这个道理啊，对待任何人布施啊，都要供养。哎，福报大了，同样干脆为什么不修大福报，修小福报？啊，对于下面的人说也供养。你用平等心，你才能修大福啊！啊，对下人，我们也供养，这是自己的谦卑也。谦卑是信德了，没有丝毫傲慢的习气。啊，常常想着说，他是诸佛啊，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他本来是佛，我供养佛。啊，他自信是佛，他未来会成佛。我供养自信佛，我供养未来佛，这就对了。啊，现在时间到了，这一段，我们底下一堂课，我们来好好学习。